是救，不要一直站路头，就被人当犯错，真的明示明众，安静听我说，说你你能看到一条明确的路，靠着直觉走，你能看到一条引领你的过去，不要为未来跟着又来了。走出自我，我看你走起量，不是个不服气的阿斗，不用再想。